布洛芬，这是在液体里哦。对，是在液体介质中。就它的这个释放的过程。是的。由快到慢的崩解速度是软胶囊、糖衣片和缓释胶囊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疼痛来得非常的突然，那就需要非常快速的去镇痛。软胶囊。软胶囊，对。那么软胶囊它的释放速度很快，它是一个胶囊壳里面包裹着液体。那么胶囊壳一融化破裂之后呢，液体就快速的释放了。有的时候需要长时间的镇痛，就可以选择缓释。对的，它里面包裹着一些固体的小药丸，这些小药丸我们把它称之为微丸。那么这些材料在液体介质中，它就可以缓慢的去释放布洛芬。视频中展示的这一颗缓释胶囊，它可以缓慢的释放药物达12个小时。